谢谢。刚刚那个歌叫那首歌叫《太阳》，然后是我在恒春写的，因为那时候常常都恒春、台北那样两地跑来跑去，写了这个歌。写这个歌，当然就有一个很棒的理由，就是全部乐团的人可以一起去垦丁拍 MV， 所以这首歌有 MV， 太阳，猴子飞行员，我是之前猴子飞行员的主唱啊，那现在那个乐团就 stuck 卡住，奇怪啊，干嘛卡住啊？自己人生自己卡住就算了，这个团卡住干嘛？五个人都卡一个乐团，对啊。